What？ 五排绿色的瓷砖，一排蓝色瓷砖，一排紫色瓷砖。高建国刚第四，这我不是无敌了吧？哦，又无敌了。怎么是传送带模式？来的还是个原始炮灰？来了，那个超级厉害的天使星星果。有刚第四，不怕冰鼬和鸡仔。有高建国，不怕僵尸跑过来。这一关本大嘴只用种植物就能赢了，看好了。老大，每杀一些僵尸就有能量掉，这怎么输啊？Inches later， 到了这一关，好家伙，植物给我锁定了，只留了一个卡槽。但这位小僵尸说：“大嘴大嘴，能玩一下我的关卡吗？建议用牛棚机枪手，会非常解压。”那我来试试，整四排机枪射手，三排牛棒机枪手，开始。哦，虽然精卫居然是三阶的，但是根本接近不了植物啊。好家伙，真厉害呀、啊！还有天降陨石，哈哈。如果我是精卫巨人，我想用盾牌砸死植物。A few inches later。哎，还是我的小僵尸们的关卡好玩，小僵尸们也可以来玩玩他们的关卡哟，拜拜啦。